大家好，我是大甲妈祖庙的圣驾。我们风云峰开台妈祖圣驾在爆妈仔的带领之下，首先爆妈仔在向我们已经安坐的这个圣母来致敬。 咱布庙哈，布庙以行业名家哈，拢有代表的意义哈。比如说它的飞的一只长扇，表示要长行善事；扇子上面飞了一只猪脚哈，表示为人之主，有一个习俗，习作的福，象征人生要习福；有韭菜，象征人要长长久久、健康平安哈。那 脚有一高一低，贴着膏药，表示做人要自知理亏，要自揭疮疤了。所以在民间信仰里面有非常多特殊的意涵。我们等一下我们请谢庄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。现在我们大家要讲到是我们风云峰妈祖驾前的开路虎。 这个是我们天上天龙地区的重要的一个特色。现在看到的是凤云峰的这个天上圣母的銮驾的这个旗帜大旗。